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今日休斯顿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美参众两院通过4300亿降通胀法案。四川彭州山洪爆发，至少4死9伤。玉文厨房为您带来美味解暑的冰椰奶三色溯源。乐高积木作品展呈现德州特色文化。美国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12号谴责中共以佩洛西访台为借口举行军演，其挑衅行径破坏区域和平。他强调，美方军舰将持续航经台海，并且预告未来几天内会公布美台贸易谈判路线图。根据美国军事媒体海军新闻报道，中共东海舰队部署最新型潜舰，可能配备可发射新型飞弹的垂直发射系统，位置就在台湾北部附近，同时还和日本岛链相对，无形中在挑战美日台的反潜能力。对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中共大动作军演，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12日在电话会议上谴责了中共反应过度、行动具有挑衅性、破坏性和史无前例的性质，并向台湾周边海域发射导弹，进行宣布台湾周围禁区，扰乱民间海空交通，无视台海中线。在美国总统拜登下令雷根号航空母舰保持警戒后，他也预告美方会持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区域飞行航行，以符合对自由航行权的长期承诺，包括在未来数周内穿越台湾海峡，同时深化美台关系，推动经贸联系，并将在未来数天内宣布美台贸易谈判路线图。在美中关系紧张下，坎贝尔也透露，拜习在7月底通话时就曾提出会面交流的可能性，预料时间点将落在印尼巴厘岛11月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新唐人亚太电视唐杰安整理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在周五通过了4300亿美元的降低通胀法案，之后将交由总统拜登签署。降低通膨法案聚焦气候、健保、税制三大议题，当中3700亿美元将用于洁净能源。众议院以220票赞成、207反对通过法案。路透社报道，相较民主党认为是重大胜利，共和党认为法案提高企业税恐扼杀就业机会，将刺激政府支出，助长通膨。8月13日，四川彭州市龙门山镇龙槽沟下午突发山洪。截至晚间7点半，已造成4人遇难、3人重伤、6人轻伤，实际的伤亡人数还有待调查。据大陆媒体报道，8月13日，成都彭州市龙槽沟附近突发山洪，事发时有不少游客在露营玩水。据游客称，当天下午有很多人都在河边或者浅滩露营玩水，河水突然涨起来时，有人来不及收拾工具，站在河里面。河水暴涨的时间很快，有人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冲走。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海英、江迪亚综合报道。汽车催化转化剂偷盗案件自疫情开始后，案件数量一直在增加。休斯顿警察局专案官员表示，今年案件总数将突破10000起。在休斯顿举行的全美亚裔警官协会年会上，特别安排汽车催化转化剂偷盗案件的讲座。主讲人是休斯顿警察局资深警官 Tracy Hicks。 Hicks 警官负责汽车偷盗案件有17年，从2019年开始负责侦办汽车催化转化剂偷盗案件。他经常在社区举办预防这类偷盗案件的讲座。 But these ones that happen mostly daytime, crowded, noisy places, large parking lots near major roads, using traffic noise to cover the sound of battery-powered saws. This is daytime, like super fast. It's closer to the freeway, the better. How do I know if my catalytic converter's been stolen? Well, when you start it up, you've all heard it. Your car sounds like a race car.汽车催化转化器偷盗案件从 COVID-19 疫情开始后逐渐开始增加。 Hicks 警官分析说，主要原因是由于疫情初期南非白金金矿减量，中国和印度的汽车催化转化器需求增大，又加之俄罗斯是全球40%白金供应者，使得白金等稀有金属价格一路蹿升，而含有贵重金属的催转器也变成了盗贼相中的物品。
And so I told him average price of catalytic converters, $150 to $250. That's average. So you steal them off of a, you know, a Chevy truck or a Ford truck, you're going to get anywhere from $150 to $250. That some of the catalytic converters are up to $2,000 last year. Now they're worth about half that, about $1,000. 休斯顿在2020年发生了1700宗汽车催化转化器偷盗案，到2021年跳升四倍，达到8000件。今年起截至到6月份已经达到6000件。Hicks 估计今年年底会达到14000件。为遏制汽车催化转化器盗窃，休斯顿市议会今年批准新的法令，禁止拥有被切割下来的汽车催转器，以及禁止出售被切割下来的催转器。Hicks 表示，城市法令让执法人员有机会没收这些催转器，减少偷盗者的非法牟利，但是无法严惩这些偷盗者。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永琪、杰瑞，休斯顿报道。欺诈和身份盗窃案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数亿美元，欺诈范围之广，涉及人们生活中方方面面。执法人员提醒民众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信息。8月11日，全美亚裔警官协会在休斯顿举行特别讲座，帮助居民了解身份盗窃的常见种类。讲员介绍，被盗用的身份信息可以用来骗取联邦政府的福利。在疫情期间，新冠疫情相关的医疗欺诈总额达到了1490亿美元，21名嫌犯被起诉。While you may think you're doing yourself a favor by giving up, let's say, your name, your phone number, whatever credentials that you're giving to get a negative test so you can travel, for example, what you're effectively doing is selling your identity. 除了骗取政府福利，非法财务所得也是身份盗窃常见的类型。今年43岁的休斯顿居民德尼西亚·沃顿于2013年盗用了受害者的姓名、住址以及社会安全号码，向银行申请了信用卡，之后用合法的信用卡消费。今年初，沃顿被德州南区法庭判处了24个月的监禁。What this is telling us is something that many of us knew before. The risk of identity theft is severe and can touch any of us.现代社会，网络通常是身份盗窃最常发生的场合。手机、不安全的互联网环境以及黑客入侵都是潜在的威胁。盗窃主要包括了银行账号、用户名以及密码。Never transmit sensitive information over public Wi-Fi. 身份盗窃的受害者从普通成年人到老年人不等。身份盗窃属于联邦重罪，最低刑期为2年，最高刑期可达99年。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月华、杰瑞，休斯顿报道。休斯顿乐高俱乐部近日在博物馆展出他们用乐高积木搭建的作品，呈现德州人文特色。来看报道。位于德州 Spring 市的一家社区博物馆正在举办一种特殊的乐高积木艺术展览，名为无限创意模块的艺术。展出的作品来自于休斯顿模块俱乐部的不同艺术工作者和爱好者。这个当地的俱乐部吸引了众多喜爱乐高积木建造以及展示和搜集乐高作品的人。The artists in the show are really interesting because they are.Proving that Legos are more than just a toy, they're more than just a building material, but they can actually be used as an art medium. 在展出的艺术作品中，有用乐高积木搭建的休斯顿市中心模型，还有蝙蝠侠历史人物塑像、唐城具有代表性的帝国糖厂的原貌，以及德州历史上著名的阿拉莫战役、三哈辛头纪念碑等，栩栩如生。This show is so interesting. It has something for everyone.There is engineering, architecture, history, pop culture, all of these different things through Legos. 展览还特别设置儿童创意空间，让孩子们来亲手实践。I think it's one opportunity for everyone. I think it's for all ages. I think these people, if they have the chance, they should.乐高作品展览位于 Pearl Fincher 美术博物馆内，展期从即日起一直到9月3日，免费入场。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齐慧、杰瑞，休斯顿报道。一名支持川普的粉丝近日开张一家汉堡店，名为川普汉堡，生意相当红火。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个距离休斯顿只有1个小时车程的汉堡店成了网络的热门话题。
不仅因为它有炭烤的肉饼、新鲜出炉的面包，还有香脆的薯条，更为独特的是，它的店面和菜单与美国第45任总统川普相关。Roland Biani 是黎巴嫩移民第二代，他在2020年开张了这家汉堡店。他说，之所以用川普来命名他的餐馆，是为了表达对川普的支持。菜单上列有川普汉堡、川普大厦、第一夫人鸡肉三明治等等，所有的汉堡面包上都打上川普的字样。I ordered the Trump Tower. Yeah, it was great. It was grilled pretty well. Tastes pretty good. 自从上周媒体报道他的川普汉堡店后， Roland 和他的家人因为公开支持川普，开始收到威胁和骚扰。We loved it. We drove about 3.5 hours to come out here, just supporting local businesses, small businesses, stuff like that. 虽然经历这些负面反应，Roland 的生意却蒸蒸日上，来此的顾客和游客大排长龙，有的人驱车几个小时来到这里。The burgers tasted good, right? It's a reasonable place to eat, right? Yeah, regardless of, you know, the theme or anything. 有的顾客说，来此就是为了品尝美食和好的服务，很乐意和共同支持川普的人在一起。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齐玉、马海莲、休斯顿报道。稍后看到。专用台湾原材料，口罩厂质量信誉双保证。欢迎回来。在休斯顿一家由台商开办的口罩工厂，近年来一直坚持使用台湾的原材料，他们表示这是口罩产品质量和信誉的保证。休斯顿口罩工厂 WinTech MediPro 是 Robert 王在两年前开办的，从开始至今一直坚持只用来自台湾的原材料，包括一体化的生产线。我还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有一个属于台湾真正自己的品质，自己的产品。每个生产线一分钟可以生产150片口罩，每个月的产量最多时可以达到300万片。所有的口罩都通过了 FDA 的认证，每片口罩都是三层，根据不同的民用和商用要求分成三个等级。花色主要是在 Level 1等级的，那 Level 2跟 Level 3的部分主要都是专业人士在用的，所以那个部分我们就没有做花色的部分。 Robert 王开设口罩厂的初衷是因为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当地的民众买不到口罩， Robert 从台湾进口生产设备和材料，希望尽快在市场上提供口罩给民众使用。疫情以前，美国人对口罩他没有太大的认知，那但是这两年经过以后呢，口罩这个在美国呢已经成为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那也是属于个人卫生的一个部分。当初美国有54家注册的口罩工厂，由于疫情的渐缓，近一半的工厂倒闭，只剩下20-30家了。而 Robert 的工厂坚持使用台湾质量的原材料，现在生意繁忙，订单全满。如今他们的口罩销售已经扩展到全美。Made in USA 台湾 inside， 我是希望能够做到这样子，协助台商走出来。那过来的话，就是我们追求的是我们的品质是可控的，所以我才坚持是目前是坚持所有的，包含我们的纸盒都是从台湾进来的。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永琪、大宇、休斯顿报道。全美亚裔警察协会成立至今有42年，他们的年会本周召开，这是21年间再次回到休斯顿举办。全美亚裔警察协会第41届年会本周一在休斯顿市中心的 Marriott Marquis 大酒店拉开序幕。全美亚裔警察协会会长、休斯顿警察局局长、全美亚裔执法人员指挥官协会会长等多位高阶警官出席了开幕式。全美亚裔警察协会会长、加州洛杉矶警察局警官 Simon 首先致辞欢迎出席的数百位执法人员。Our conference theme this year is building for the future through partnership,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他表示，社会上对执法人员的攻击和对亚裔的偏见，使得亚裔警务工作更具有挑战性。他希望通过这次的年会，共同寻找突破与提高的方法。全国亚裔执法人员指挥官协会主席、加州圣地亚哥警察局警官 Rudy Tai 表示。执法人员和社区的合作关系对于预防犯罪非常重要，亚裔警员是社会上急需的。When we look across the country, 17% of our population are Asian and Pacific Islanders. We're lacking in law enforcement. We need to have more people. 作为承办方，休斯顿警察局局长 Troy Feiner 热情欢迎来自各地的多族裔执法人员，盛赞这场出席人数最多的年会令人鼓舞。
Inclusion, what does it mean? It just don't mean numbers, but putting leaders in the right places to touch and lift up their communities. 开幕式上，休斯顿警察局副局长班天发表主题演讲，他回顾了最近几年发生的社会动荡和疫情对执法人员造成的威胁和压力。Spike in violent crimes, specifically homicides, crimes involving firearms, continue to cripple our country and put our officers in harm's way every day. 班天盛赞第一线的警务人员的坚持和奉献。强有力的警民关系是预防犯罪、保护社会安全的重要方面。而今年的年会将通过培训和交流，分享各地警务人员的经验，促进社会治安。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永琪、杰瑞、休斯顿报道。休息一下，玉文厨房为您带来美味解暑的冰椰奶三色薯圆。欢迎继续收看，在本期的玉文厨房栏目里，我们来看一道好吃又解暑的冰品——冰椰奶三色薯圆的做法。大家好，欢迎来到玉文厨房，我是孙玉文，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又香又弹牙又多彩的解暑冰品——冰镇三色薯圆。薯圆是台湾小吃中常见的食物。其实在家里自己就可以做了，下面我们就开始吧。紫地瓜、橘色地瓜、芋头、颗粒状的地瓜粉、粉末状的太白粉、白糖、黑糖、椰奶，将芋头、紫地瓜、橘色地瓜削皮，然后分别切成小块，一起放入蒸锅，注意三种食材要分开，不要混在一起，放到蒸锅上，上气后15到20分钟蒸熟，把糖加入，趁热压碎紫色地瓜，准备一份颗粒状的地瓜粉，加上粉末状的太白粉，兑出一座小山，中间挖出一个小洞，倒入10克热水，稍微混合在一起，和在一起搓揉成团，分成两份，搓成长条方形，切一寸长的块状，裹上太白粉以免粘黏，放入小碗。橘色地瓜也是同样的流程，每种地瓜的甜度和湿度都不同，要注意水量的调整，太湿了就加点地瓜粉，太干了可以稍微加点温水，一次不可以加太多，以免过湿，调到这种柔软可塑性高即可。一样切成小条状，裹上太白粉，放入小碗，放上保鲜膜备用。芋头也是同样的做法，芋头的水分比紫色和橘色地瓜水分少，可以适量多加入些许热水。地瓜和芋头营养价值高，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的维生素，包括维生素 A、B、C， 对人体健康有益。三种芋圆都做好了，烧一锅水，把三种芋圆一起倒入滚水，2-3分钟后浮上来表示熟了，捞出放入冷水，加入 Q 弹度，捞出加入几勺的红糖，搅拌直至融化，可以加入红豆汤、绿豆汤或者冰品。冰镇的三色薯圆可以做成好多种的口味，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设计。休斯顿天气最近非常非常的炎热，我们加入冰镇香浓的椰奶，椰奶可以多倒一些，均匀的搅拌，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哎！我来尝一口，浓浓的椰奶配上 QQ 弹牙的三色薯圆，一下子薯意全消。你也可以把椰奶换成牛奶，营养丰富，是适合全家的一道甜品，你也来试试看吧。广告后，60秒学英文节目教您在英文中如何表达喝汤。汤在中文里我们说喝汤，那在英文里是如何表达的呢？
节目最后，我们来看本期的60秒学英文栏目。你好，我是 Kelly， 欢迎来到60秒学英文节目。大家每日的餐桌上经常会有汤，比如蛋花汤、酸辣汤、排骨汤。喝汤在英文表达中，喝汤里面这个喝字不能用 drink， 要说 eat soup， 因为 drink 是指纯体的液体，比如喝水 drink water， 喝牛奶 drink milk， 喝茶 drink tea。 一般汤里除了清汤还有其他的食物，比如蔬菜和肉，这种情况下就要用 eat soup。 除了 eat， 你也可以用 have 来说喝汤， have soup。 比如 what do you have for lunch， 你中午吃什么， I have soup 或者 I eat soup， 我喝汤。顺便说一个，吃药英文不能说 eat medicine， 这里要用 take medicine。 比如提醒别人吃药可以说 it is time to take your medicine。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再见。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新唐人今日休斯顿新闻。接下来我们一起关心天气情况。欢迎关注天气，下面一周中有四天是阴雨天气，所以气温凉爽，适合出行。我们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周日有雷阵雨，最高温度96度，最低温度78度。周一、周二、周三这三天都是晴天多云天气。周一最高温度96度，最低温度78度。周二和周三最高温度都是98度，最低温度都是78度。周四、周五、周六这三天都是阴天有雨天气。周四的降雨主要集中在下午，最高温度94度，最低温度76度，气温也略微凉爽。周五也是雷阵雨天气，最高温度94度，最低温度76度，降雨的概率是40%。周六最高温度94度，最低温度76度。休斯顿炎热的天气会令人心神烦躁，所以传统中医认为夏季要养心。中医认为夏季阳气渐长，人体的能量消耗会变多，心的工作强度也日渐增大，所以要透过食物、饮茶、穴道按摩等方法来调节身体，起到护心安神的作用。按照五行原理，夏季属火，而心也属火，所以人们应该在这个时节多吃红色系的食物，即红枣、枸杞、番茄、红豆等。中医师建议经常按压养生穴，能够帮助对抗暑气，同时有安心安神的作用。具体操作方法请访问大纪元网站。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